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争冠区半决赛第二回合的一盘主将战，是由江苏队的主将芈昱婷九段对阵苏泊尔杭州队的主将申真谞，申真谞也是外援。好，对，刘老师，这盘棋他们是不是杀得很精彩？是，芈昱婷和申真谞，申真谞是他的外援，韩国很有名的，对对是对，吧？他排名第几的？现在？他现在第二，他跟朴天桓两个人呢，就是说交错，交错，哎，两个人交错，一会儿你第一，一会儿我第对，一，两个人实力相很接近。韩国的这前几位现在都在中国下这个围甲，对，是的，朴天桓也是在就成都，是。对。实际上，现在的我们是国际化了。对，我们的围甲是囊括了全世界最一流的高手。所以市场还是在中国啊。是的。这个芈昱婷跟申真谞呢，这盘棋呢，我们就是觉得下的也挺精彩。然后呢，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啊。好吧。这盘棋是由芈昱婷执黑先行的。对。然后，对，他下的二连星，对。二连星，他们两个人呢，目前都是在国内排名第二。哦，都是排名第二。对，芈昱婷也是我们的第二。啊、对，科杰第一。哦，那就是很，就是中韩就是第二的对决，是吧？然后挂角是吧？是普普通通的下法是吧？挂这个啊，这盘棋倒没什么三三啊，他直接挂。但是这个都有的下。现在他们是布局多种多样，我们没法定型哪个说一定是好的布局。现在没有这么说，没错，是吧？哎，布局就是多样化了。现在他是脱退，那我觉得脱退这是老定式，但是现在下的也很多啊。现在反正看到高挂脱退的非常多，这样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一高挂我一脱退先站一脚，觉得实地上挺好。这好像是这种理论这样的啊，粘上。对，这个过去布局，你要走一个，他加工一个，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就觉得白棋加工，加工哪个或者加哪个啊，都有三尖高加，都有是吧？这各种各人喜好不一样，他是走的这个，但是双飞燕也很多吧？双飞燕也有，双飞燕很多。你要不肯这样的话，先双飞燕定型完了再往这儿拆，这个。好像也挺积极的，也是一种下法吧，是吧？双飞燕，双飞燕那就变化就多了，后面能摆出好多个变化，对，是吧？双飞燕的话，现在白棋压这边，压这样可能多，对，这样最多了，这最多了，对。那我就搬吧，搬这个，对对对，现在都是要这样，然后有靠的，对对对，下了很多，这个太多了，这个就是一种有冲的，也有直接单断的，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没错，这很多，我们就长话短说。现在呢，他实际上他没有这么下，这样下呢，就马上变成了一个大家背定式的下法了，因为这个下的最多了。对，他是走的这个，走这个，这个呢，这个应该你要么拆走这个，要么这个，这个肯定是个好点，对，这是好点。棋理上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黑棋走这儿，白棋是拆尖加，对。现在黑棋走这个呢，好像变成了黑棋拆尖加，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这个、现在这步棋很想下。这个现在布局多种多样，只能说啊，对，就实战解决，白棋靠下，靠一个，搬一个，连搬。对，它是连扳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假如这样或者这样，这个好像这个变化已经被淘汰掉了，我已经见不着了。是说白棋不行吗？还是说什么？还是说谁不行呢？这个这个不行，这个是说不行，反正这个下的少。对，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局部，现在白棋是七手棋，黑棋六手棋。然后黑棋这个角十多目棋，你现在动不了，你即使再拐一个，你也对它没有威胁。然后现在又轮到黑棋下，我觉得。但是以前这个定式，以前我们那时候下挺多，下挺多。现在真的是现在见不着了。现在都新的理论，新的说法不一样了啊。所以呢，现在他们要都是来的更凶，或者更实战。他实战走的什么呢？要连扳。这个连扳呢，当然是最强的了。你只有一个选择，打粘。你不可能这样的就断了都不行啊，黑棋不行，只有这个。好，这个走完这个之后呢，本来我觉得这个白棋啊是很外面有点碎，是吧？你给它打穿了，
非这个，对，他不但是他还要把你封进来，这个非常强硬，这个申真谞啊，这个下的非常强硬的手法，然后非这个，非断，肯定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了，是吧？其实看这个形状就不觉得白棋作战很有利，因为黑棋这儿不也摆了个子，对啊，然后白棋这儿也有冲断，脚黑棋是活的呀，对，你也不能把它怎么样。这个时候。应该柔和一点，就大概对，我觉得这个很正常，这是最普通的下法。嗯，是的，就把它走走轻轻的，或者说贴一个，或者哪怕跳一个，嗯，哎，这样比较普通了。对，普通了，我觉得这是最正常的了。哪怕你冲了之后，说不定我还得让一下也行。对，这个下法是最普通的了。他来了个更狠的，这个申真谞来了一个这个冲断，你脚上正面迎战，对，正面迎战不说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有点无理之嫌。我也觉得他有点无理，嗯，像是无理，因为这个脚上啊，他本身你要吃黑棋还早着呢，而且你这个地方有冲断，然后你自己四颗子是个紧着气的状态。对。其实是有点无理的感觉，嗯，这个白棋下啊，但是呢，他就这么下了，黑棋应该说感觉上黑棋是有棋下的，黑棋啊，嗯，我就想黑棋怎么来反击了，嗯，他实战是走的这个贴起来，那您觉得他应该怎么反击呢？我不知道这个扳怎么样，或者还有没有别的下法，嗯，或者说，那个什么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冲断，这个下法很多，可能扳是第一杆吧，是吧？扳我觉得白棋应该不能挡吧？挡了它断嘛？对啊，这个断合适吗？因为紧着气呢，是吧？它这个贴当然也可以，也是一个，它是贴一挺贴一个，先看一眼长的，但是你要是让一下，这个也可以，嗯，就防这一下扳断。是吧？嗯，这个也是一种下法，它是长的，很强。然后这扳的话，这个时候你再走呢，被我这便宜一下，你不肯了，他就来个就索性就扳下去了，是吧？这个应该说，我觉得黑棋应该有利吧？应该黑棋有利。是啊，应该只能这么说，应该黑棋有利。就正常，感觉上是有点无理。我觉得白棋挺无理的。当时我。这么说啊，在这个时候我还在考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下法。哦，压那个。我还在想这个，因为冲的跟那个有个压迫感，两头你这么强硬的这么下能行吗？但是他是这个也应该说，我总感觉是白棋无理，这个申真谞下这么下法能行吗？然后他走在这儿被他断一个，这个棋呢，这一断呢，你要是说大概是这样，大概这样啊。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想刘老师他打一个，我一定会立下去的。立这个啊，我觉得把他吃了挺好，就打一下。我即使没提掉，那他可能这样。他只有这样，他不能被我吃个大头鬼吧？这样，那就唯一的区别就是打的时候我没有提掉嘛，我就是立了一下，这区别很大吧？然后我就该干嘛干嘛呗。这个两个子他吃的也不是很干净。这个也巨大，这个也巨大。嗯。这个也巨大，我估计是不是也要就冲断它吗？不，冲断直接冲断不行吧？打冲一个粘上可能差不多。是，这个棋不管怎么说也可能是一盘棋。哦。但是他这么无理，但是你怎么拿他？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心里不是也挺不舒服？他就想这跟他激战，他觉得这个图他不满意。啊，不满意那个棋不满意这个棋，所以呢明显是不满意。不满意。这个那个米玉婷，所以他也要来强硬，他就打上来了，打上了，对，这个就一言不合了。对对对对对对，打一个，对，两个人谈不拢，谈不拢。哎呀，这个棋，你说要是简单的，只是，比如说啊，只是这样，有点儿，因为断你被你吃了，啊、我只能粘。是的。那么你要搬起来，对吧？嗯、我把这个吃掉，嗯，不肯。那应该不肯，不肯了，是吧？把这个只吃三个，不肯，嗯、是吧？所以呢，这个棋他是要这样搬，他搬的这个，搬的这个，对，嗯、搬的这个，搬的这个就变化特别复杂了，特别复杂。嗯，怎么说呢？他是应该走这个单爬，嗯，应该单爬。单爬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是挡住，对吧？可能是挡。嗯然后再加。
再加一个。我这都是，这加的时候也不能立，只能如果你冲，我打打吃。不，他有一个妙手，你走这个对。山上他有个单点，单点哦，单点是棋。单点黑棋很难办，黑棋好像不行。这已经不行了吗？不行了，你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了。他这一加，那也不行啊。就是啊，这一度过，不管你铺哪个，他都提。铺了再提，紧不上气，差一气被杀了。差一气被杀，是不是啊？这差一气被杀，紧气就完，这个是黑棋不行的棋。对，因为它被吃掉还是受不了。是的。那么这个棋它有一个点，这刚好这个申振旭他是可能对此有研究，所以呢，他才敢用这么强的办法来先爬再吃完之后，它有一个点能够把黑棋给置于死地，能够置于死地。这个棋呢好像不好办。那么那就是说先爬的时候黑棋是不能挡这个的是吗？黑棋啊，那这样反推过来的话，那他爬的时候他只能下别的，比如说粘上。不，他是有两种选择啊，比如第一个他搬加的时候他立，他不要冲，只能立，只能立。然后他是断，然后他只能这样。哎，对，吃掉。那吃掉这外面飞一个。不，你现在这个点不成立了。为什么呢？走这个。差一气。这儿有个铺。对。你不管走哪个，哎，走的我这一棋差一气。差一气死，和刚才不同，刚才是多打了一个，缓了一气。是的。现在是白棋不行。但是呢，有一个问题，黑棋呢不加也不行。加它就粘上也可以。哦，它是单尖。也没有关系，也是白棋死，但是它会打这个。是。你可能吃，它来了个弃子。然后它飞一个。飞一个。那这弃子。这个弃子呢，你好像只有一条路走这个。别的路都不行。你这不能这样冲，这样冲，不是冲也不行，冲就死了。算是。不能这样，他这个粘先手都要飞死了吧？不是这样，你更飞死了，这就惨了。这是不可以的。对对，单飞就飞死了，这就死了。他这粘先手，不是你没有的棋下了，你不管走哪个他搬，反正你这下他总是他要单走这个，单断。啊，他还单断，他这下始终都不下。这样就死掉了，这样就死掉了。这是不行的。这个是。这是你只有一条路，走这个。我当我飞的时候，但是呢，他这个来一下，你再紧一个，这个再来一下，这样，这是一个变化。那我觉得白棋好。白棋好啊。对。他总共吃了十八目棋。对，这是一个变化。那这个，所以呢，申振旭对此啊，他肯定是有研究。搞了半天，他是有一个点，这个经过深刻研究，这一点呢，能够把黑棋给吃掉，所以呢，他才胆子这么大，可以敢跟吃这个无理的棋，就想下来是吧？感觉是无理，但是你又拿他没有办法。是的。实战，你看实战是这样，但是实战实际上申振旭啊，他是先加的。先加并非，他是加完之后再爬一个。是打了还是先爬？他爬的。那现在呢？他以为是一样的，这样再打，那是更那个什么？那就是说，他如果说先爬黑棋挡住，他再加的话，他有可能担心人家跟他转换。有可能。就是说黑棋把那个吃了，他觉得这个现实的目数还是挺大的。对。也有这个可能性。他这样的话，你就回不了头了。这样，他爬了这个之后啊，他是粘的。对，粘的单粘。单粘。黑棋。然后再打的时候，看出来了。他应该还是应该粘上，粘上的话，他是不是这脚上他是怎么下单靠？对，他说他本来应该单爬，他现在呢，人家就本来是挡着能杀，现在人家换了粘上了，粘上了之后你不能走这个了，走这个他走这一冲啊，这个棋啊是不行的，是白棋不行了。为什么呢？这后面的棋他多延了一棋，对他能够拐，这个棋也不行。对，这个地方他是有四棋。你走这个的话，我一搬就搬死了。这个棋是白棋不行。没错。那么现在这个棋啊，在这个时候你只能贴着气。然后但是贴着气，他就不走这个了，走这个他就走这个了。这个里面就这是个双活，就不一样了。双活的话，你这个就很惨了。双活不行的。
嗯，双活这个白棋是不行的。对，他甚至还可以脱先，你这双活没啥意思。嗯，是的。这往前走走你。嗯，你这个双活，被他先抓的都很干净。对。这个黑棋白棋是不成的图，所以呢，这个当，所以黑棋我就应该粘上，应该粘，应该粘上，应该粘，应该粘，应该粘。这其实应该粘上。应该粘上。我觉得白棋的次序可能是先爬。先爬。白棋错了。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呢，反而是他先冲了一个，是白棋应手的时候啊。他这个没粘。对，被白棋一提啊，嗯，给了这个他转身的机会了。对了，这个棋给他转身了。断打断打，他粘上。粘住。嗯，这个棋呢，变成这样之后呢，反而白棋这个棋也能下，还是可以的。其实下出了一个这个变化。其实这个棋白棋要是强一点，可以考虑贴出来。嗯，可以考虑贴出来。拐出来。拐出来，这样下。嗯，这个作战起来更。这块棋还看着挺薄的，我就觉得。白棋是可战的，可战的。这个伸进去走这个。嗯。然后呢，你一停贴，这个也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受不了，这个长一个太大。嗯。太大了。这个被他先手走完之后转身到这里了，这实际上白棋已经便宜了。总的来说啊，这个时候啊，应该说布局到现在白棋不亏，还白棋稍赚了一点，或者稍稍赚一点点。这个结果呢可能有点出乎意料。对，这个局部怎么能下成这个样子，非常复杂的一个其实很复杂局面。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研究的。对，这个下成这个怎么三转两转呢，走成这样，但是还是一盘棋。对，还是能下。这中间呢其实双方都有更好的机会。比如说黑棋应该粘上，或比如说这个加之前应该先爬，加之前先爬，因为有个断。对，你交换这个时候就没断了，先爬那个变化就不同了。是的，就有各种变化了。你爬的时候你粘的我就有断了，就不一样了，下法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次序都有进有出有错，但是呢，下成这样还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棋，或者说。还胜负尚早吧。这个现在白棋挂在这里是吧？好，黑棋双飞燕。双飞燕，对。然后白棋也双飞燕。双飞燕，各走各，各走各的。你走一边，我走一边。对，各走各的。黑棋靠压这个。靠压这个，好。挂一个。正常是搬上搬这个。对，对对，正常是。搬这个，现在黑棋会长吗？还是会虎？也许虎一个，也许虎一个，也许虎这个。对对对，我觉得虎也挺好的。虽然说这个虎现在已经见不着了，好像都绝迹了。打了就粘呗。对啊，我觉得挺好，没什么不好。粘了就跳。那我就把这个脚地守得很干净。老丁式，老丁式。是的，是的。对，老丁式。这也是一盘棋，然后把脚拿掉，然后它是挖的。挖的，这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是打外面？打是定式啊！对啊，这不都是这样的吗？就这样呗。这是个定式。是啊，这是老定式，老定式。这个有。这也没什么不对吧？我觉得也可以，也可以。这走老定式其实也基本上差不了太多。就这个局部的选择，没有什么，因为打一虎不是很正常吗？可以，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应该可以。你这个我觉得可以，你打了就长呗。对啊。对，应该是这样。我估计可能是这样，就这一类的下法，是吧？这个是老丁式，然后他走的什么呢？这个棋是李婷打底下了。我只能说他们俩力量太大了，我就看。对，力量非常力量太大。对，然后呢，他是走的这个，走的这个都很强。是的。直接把你摁住，把脚上让你去补回去，但是黑棋他不是这样的，对，黑棋是，不要以为他是补回去的，他是要跟你战的。那我这个后啊，其实发挥了。对呀、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脚上是没有活，对吧？我一飞什么一点，你这个脚上还在欠的，我让先拆一个。这我很奇怪，他居然不拆。拆一个好了，拆一个，你脚上还欠着呢。黑棋如果说实在他要敢长出来的话。那就尖呗，对，可以大不了的，我觉得。你这难道还爬？走这个就爬没关系，你尖这个我也长也没关系，这个
暂时没事儿，这个没关系。这有什么好怕的？啊、这个应该先拆。这样应该说黑棋还得补一个的感觉。嗯，好像得补。哎，他如果不补的话，这个局部是什么？不补这一飞，不说顶，我就退一个，你已经很难过了。他就如果是真想活也只能那也很难过了。我实战这样顶了搬粘，你实战是不活的。但是呢，他有个冲的，有冲断是，但是我这可以上面那个，我就退一个，一般是这样。啊，单退。单退，哎，对。这搜刮他一下。就很难过了，这个已经很难过，脚上欠着棋的。这个棋就普通拆拆是最好的，他实战走得更狠。这个申真旭发现是一个喜欢战斗的棋，就是，这是符合的风格。他在这儿先把这个补上。他这个补的也够狠的。本来我一般的想法，我觉得应该在这儿，就往外去一路。他在这儿，他连这个打吃的借用都不给你。对，这个比较狠啊，一点的借用都不给。这个是特别厉害的一步啊。然后呢，他是飞下来，当然是这个看力量。他呢？对，他是这个算路非常狠，很精深的。对，他是要砸丁是最强的，这够狠的，这个最强。这个砸丁呢是，这就是说他全算清了。如果说你敢走到外面，我就加了要吃你。对，有一个加一个要杀，哪怕这个要先搬一个，这个是要搬一个再走这个，一般是这样啊。搬一个走这个呢，他有一个加是的确很厉害。的确很厉害。我现在在看您搬掉了之后，这是不是可以立下去、啊？你假如立啊，假如立、啊，我走这个。本来我是不行的，这因为这下没搬着的话不行。不，他这个算路很清楚，精深，特别的那个什么，他有一个爬，只能粘上。对，他这个打吃，这个好像是不行的。这正好差一棋，左也差一棋，右也差一棋。对，黑棋不行。左右都差一棋。你看看这个。你不管收哪个，收不对，就现在的话，他如果说这样度过，这一题不是就没了吗？哦，这还是差一棋，这一题反正横竖都差一棋。对，你走这个，他这个算路很清楚。对，你如果搬这一打一粘一锦棋就完。你这就是说左也差一棋，右也差一棋。对，打吃粘上我一锦棋。是的。如果你走这个，我打吃这一搬也完，这一路一搬也完了。是的。所以他这个算路很清楚，对，他这个看着我觉得应该更柔和一点，但是呢，他下的就那么绷得那么紧，因为他这个有算路做后盾，他有一个这个加一个，他有个加，那有个加，加一个呢，你如果顺着往下立，刚才他就把你给吃了，他就死掉了，就一气叉就死掉。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啊！这黑棋接上行不行，刘老师？接上啊，假如这样，这个要先铺掉。对，是。然后挡一个。吃掉。吃掉，我就。这是怎么收的？这先冲一下。先冲好。然后铺一个。铺。冲一个，您是粘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这样了，不是这样啊，就这样。那我就铺一个。铺一个，我觉得。那一个。是不是？假如这样啊。这好像也是差一棋，差一棋，横竖都差一棋、那我只能从外面收棋，这样收。多你可以这样煎一个，这样煎这个。但是外面它可能你的味道也有问题。对，这一靠好像我觉得我已经快凉了，就是外面。是你可能还不硬杀还不行。这外面凉的有点很清楚的凉掉。是，这个也是个要点，好像杀黑棋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啊。对。他这个下法你看看，这个我们摆了半天，他还是很厉害的。对，这个、他是算得很清楚。对。就你绝对不能松的，你松在别的地方，那这脚是肯定死了。对。他有算路的啊。所以他实战他走的这个。对。这个还没有。这个没有。对，实战。现在呢，他是拖的。他其实这个也可以考虑，这个也行，这个也行。靠是吧？靠也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这其实可以单靠的。但是这是一个转换吧，对，转换。这吃了不便宜吧？不便宜，有可能拐出来了。它粘住。这我觉得不能吃，这如果这样吃的话，对，这样。这不合适。你说谁不合适？黑棋不合适，我觉得。哦，这样哈。黑棋不合适，如果只是能锦气，我得把这个全包住。对啊，这收的太。
太低了，是吧？总共就十几木席，吃了吃的太少，不满意。这人家随便跳一个，这儿都不止十几。这是一种，但是这个深圳戏这个棋啊，看着觉得有点无理，但是呢，拿它又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所以它这个棋就是特点了。靠一个，对，它走得非常实战，对。然后呢，他把这个立下来，立下来脚上是有棋的，不走啊是有棋的，他实战他走这个，对，紧住棋，这得补，先做活，不补这一点就出棋了，对，这肯定是要出棋的，对，不点这一走你肯定要有问题，你走什么？走这个他一尖，小尖，就局部守金，是吧？好，他补了，这样呢算告一段落。你看他，他实际上他这个补啊，看着有点无理，但是他能有这个结果也是不错的，对，也是不错，对，现在就是轮到这个白棋，他能落先手。这个脚这个呢算活了，是的是的，是活了，活棋，活棋。但是你现在活呢，它以后拐啊，有先手，有各种搜刮，实际上这个时候爬一个更，再爬一个可能更加，对，爬一个，爬一个更很大，因为它拐下来先手嘛，对对对，它拐完了一拆，它就觉得其实正解应该爬，应该爬。你比如说黑棋在这儿走的时候啊，或者你要进攻呢，有可能这一类的更加有威胁。威胁这样的更好，这爬完了是走在这儿是吧？哎，对对 对, 对，爬完了一般的想法是搬起来，要进攻。我看刘老师摆的是这儿，你进攻更好，这样更好。是的，你要是长一个，你要是长一个，我这儿还靠一个。这都更狠，是吧？那个实际上爬一个是先看一下你是怎么走，然后再说这边。那么你还可以考虑这个，但实际上这个棋呢，深圳戏这个时候他走的稍微的软一点，他走的什么呢？他走的这个吧，大跳，走这个。这步棋让人挺意外的。不，这个也是有这种下法。不，我觉得刘老师一般我们想法不是这样，先拦住他的头吗？因为觉得他这个拐下来先手，他会跳过来吗？可能不，他是想攻他。对，他走在高位，这想法完全不一样。其实你要攻他呢，就把他的这个便宜给他先爬掉，先爬掉是最好。下一步出手要狠，不是在这儿走别的，他走这个。他走这个的时候呢，这个接下来黑棋这块棋他面临的怎么处理的问题？对，还有他。如果说不硬呢，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让白棋走一个，你说能吃得掉，我也不相信哈。所以呢，这接下来这个局面，黑棋要如何处理呢？我们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再见。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半决赛的。第二回合一盘非常重要的主将战，刚才呢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白棋下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这怎么是下在这儿的？那刘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要攻你的，这块棋是的，不是说我下在这儿是自己拆一个，主要是以攻你为主。对，这个点当然也很好，但是也还有更加的。刚才是推荐是爬一个是吧？对对，爬一个。爬完了之后是走在这儿的我给大家说一下，不是搬的，是走在这儿的。对对对，他还是要攻他。要去主要攻这一块棋啊，现在这个呢，它主要有很多的它的利用，比如说你看它现在实战就在走这个了，是的，来走这个了，它以后有拐先手什么有顶啊等等啊，变化很多。那现在呢放着不走了，变化他把这个很大。那本来这个白棋啊，应该双飞燕是白棋要走的，现在呢给它封住了。封住呢，这个棋呢，这个角很大，他现在先要活这个角是吧？他是飞了一个，飞的对好，飞挡住，先看你怎么吃对，然后呢再来一下这个，它尖顶，尖顶，尖顶。这棋刘老师他。贴起来会不会好一点呢？贴是这样吗？如果说走这个，我就虎一个，对，就给他留点断点。我觉得活的还挺大，也是一种下法，还真是一种下法。但是这个就，是不是他在这儿搜刮一下是吧？他搜刮一下，我觉得正好是先把这个先冲掉，把让你这个断点这个定型也挺好，这个也挺好。然后那个他会不会还有别的？这个他实战是这样的话，也是一种下法。比如走这个，这个也是一种下法。或者这个，尖顶了立下去，或者这个，或者这个啊，这种定型的好几种，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也行。对。然后他是选的这个，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定型啊，
神真君这个定型都好像感觉没我们两个那个定型，形状好看。但他这个呢，就直接这样，这样我都怀疑这个点是怎么回事，是吧？点一个他跳下去吧，跳下去。哎，这个棋我不知道这个棋是怎么样。是，反正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味道不太好，味道不太好。哦，里面有一些这种活倒是活的，应该活吗？比如说我走这个，接上。对，我走这个。没。活吗？我这次序，我看看我这次序。这个棋还真没活呀。对，我在怀疑这里面的。这是什么？这样。对。是。哎，我还是不够气，我粘上，您粘上我就死了是吧？是啊，这个棋我在怀疑啊，这个棋发现就死了。这里面的形状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呢，我现在也没法问这个申真旭啊，我就觉得这个定型可能有点僵硬，人家先点点你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棋变化很多，我们还有很多变化。哦，我知道了，我这下不能被您冲到，是吧？这里面冲到一下好像就不太。但是这个变化有点复杂。其实刚才那个活啊，有很多简明，更简明的。现在实战到这个之后呢，现在该黑棋了，黑棋走这个。对。它中间断了一个，哎，先看看你的这个，哎，先给你留点味道，然后呢，再在这里地方走一个加工。其实现在加工了，他点三三就算了。哎，点三三好大呀！哎，就这个，这高二是最怕点三三。你就搬粘吧。爬爬爬！哎，对，爬。好。那他哎，对，搬的话你就搬一下。对，这个就应该这样。都先手活掉多好啊！这个活掉太好了，这活掉的味道不好。你就先就不这不是拐一个还不知道走哪儿？所以现在这个你很难过啊，就应该先爬掉活掉。是，你要退了，我就再飞一个也行，也可以是吧？这样呢就把脚先拿掉，然后再说中间。这样是比较好，比较简明。他实战呢他是跳的是吧？对，他是跳的。跳反而我觉得这个是三三是最直接简明的，然后他在这个地方走一个。他飞了一个。现在呢，他这个形状看起来挺漂亮，又要攻这个，又要攻这个。你这个倒重的话，倒不如点三三，解脱了就捞空拉倒了。现在你要被他这么走了的话，有可能还脱不了身，觉得有可能死得更大。然后呢，他拐了一个，拐了一个。然后呢，这个棋正常是走这个才活，或者你走这个，但是一般是会走这个，但是他顶一个是狠的。他顶着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要走？哎，对，我正好那就效率更高，刚刚合适。哎，效率更高。那这两个交换呢，我就便宜了。以后就交换不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顶的时候，如果说人家搬，那就两个不能要，就这俩就不能要，就算了。就是说你这两个是打算弃的，那两个你吃两个还是一个眼呢？那他这个当然好了。对，这个所以说这是厉害的，这是很硬好下的，实战就是这么下的。然后黑棋拐正一个，他觉得他有个扳的，就是这里呀、等于说有半个眼。那这两个交换，所以他这块棋他不怕死。对，这还留着各种的味道，这里面呢存续很多味道。你看这个里面之后，他以后啊，就像刚你说的，这么漏一下，这一扳我肯定是马上就能活了。你那两个是肯定不能要的，是吧？活棋是在随意的了，都很有可能。他觉得他这块棋呢，你已经吃不掉了，所以我先把这个镇那么大一步棋，先给他抢了。对，你如果是这样活是没意思的。你说我这个求活，我这一走把我活了，那白棋高兴得很，在这一走，那你这个棋就败了。这肯定是不行。不行的，不能这么想。所以呢，我让你来吃是最好的，是吧？实战他走的这个。然后呢，这个棋让你来吃，白棋煎一个，煎一个好。你既然不走吗？我就把你走住先。好，那你走，我这来再来中间看看我的别的手段。我还以为他会往这儿跑一个，还是走什么？就正常的想法，然后发现他是靠在这儿，靠这儿。对，我这真是太凶悍了。这个棋它有什么变化呢？它，你，就是他想这个地方有各种的利用。对，他这确实很多借用，各有各种利用。除了这个扳以外，他有可能是拐，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扳或者夹呀，种种都有利用，对，种种的手法。你比如说你要长，那么我就扳了。对。你走什么？走这个，我这还在压你一个，都有可能啊，或者是吧？是的，都有可能。因为他这里，
除了这个以外，啊，他这个，他除了这个，他也有可能顶。对，有一个顶。那是种种的手法。种种手段，嗯，对，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先靠你，你就退一个，你受不了啊。对，所以他肯定要搬的。他是搬的，这毫无疑问要搬。他来其从断处生，然后再断一个，看里面的很多变化。突然从这个地方摆了个十字扭断，大家看的是不是有点眼晕？对，有点眼晕。实战是这么断呢、啊，它有各种的变化，比如说刚才这么搬呢、啊，各种的利用就来了，让你借用很多，对，其从断处生，而且这里面保留着这个等等的变化。好，那么白棋走什么呢？白棋你那么的，我也不跟你较劲，我就直接长了一个。这个棋呢，可能也是放着不走，单长啊，可能是也是以静制乱吧。他这棋呢，我觉得白棋这个时候，比如说打了贴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那可能也可能他弃子啊之类的，也可能他就长命，对，那就算了，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那我就先把这个收了，这个子我肯定是还要洗的，对，也是。你不要以为这都是你的，那这绝对不可能。也是挺好的一步。那也许啊，也许比如说他以后还有这个，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顶的话。嗯，现在冲这个不成立，冲这个他一冲，但拖了一粒活了，是吧？是，也有他还有一个这个招，这招棋也是很凶，对，在粘住，对。比如说这样。对，这个里面你算活了，但是他这个断了，他都打出来，冲出去。对，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变化，接着，这个变化多多，很复杂，是吧？但是你这他就让你来吃我。看你本事。那么现在走成这样之后啊，他走的他实战是选择了一个这个，然后黑棋呢，黑棋点了一个，点这个。其实黑棋啊，他这个时候其实选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他走这儿，然后你如果冲上，如果说现在如果是这样，好，我走这个，对，你的。吃得粘上，我再拖一个，对，那就活了呗。对，这个是活棋，拖了一粒，这是活了。搬的话一扑，因为这个这就活棋，对，是吧？对，这是活棋，这个活了。嗯，所以这个棋，走什么？它是如果你走这个，大概这个，它粘住，应该是这样吧？哎，对，大概这样。然后我再。哎，反正你做活呗。哎，反正我走一个吧。他走这个，长是吧？对，差不多这样。你不管长哪个，反正他跳这个，这也是一种下法。这白棋、黑棋好像这样下也是很有力的。这依然是很混乱。很有力，可以下。依然很混乱。这个地方变化太多了。然后再看啊，实战。实战他走了这个。点在这儿。好，点这个，然后呢，白棋呢？我不压了，我长。因如果压，它会长这个；如果你粘上，它能拖这个。哎，对，这个地方还有各种变化。这个你吃不掉黑棋，你有可能落空。干脆，它这个白棋就长了。然后呢，黑棋是贴的，然后再长。因为你贴完，它觉得里面还没死。它觉得你这个贴，我这心位这且活呢，冲断是吧？实战就这么下的。是的。这里面也且算的，这个特别复杂的一个变化，这到处都是需要计算。大家现在知道计算有多么的关键了。他是觉得这个还没死，他是要贴这个。对，实战就这么下的。是的，是的。然后黑棋拐一个，他是拐的。对，他不是刚才刘老师点这个，先点一个很好，踢掉。然后现在没得选，这只能这样。不，还有一个变化，他就是让掉算了。哎，就是对实战就是这样，不已经这样，这样哎，对，那他这就活了，对，要么给他活，对，哎，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妥协，但实践他是走的这个实战啊，他肯定是不肯退让，现在走成这样，但是这个时候黑棋这个粘是先手，对，绝对先手了，他就是要那个粘，对，有了那个粘之后啊，实际上现在黑棋有一个很简明的下法，他是应该搬的时候。你只能吼，没有别的选择。他要走的话，只能这样，对，对走这个。这个长。对，然后他飞过。对。然后他是怎么下的？他就拆个一吗？这个棋呢？拆一补掉了吗？里面吃干净了吗？这个棋呢，应该说这么下法呢，黑棋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它这个一尝啊，这里面的味道啊，白芪味道不好。它先过来再说，这里面你活这面这门给你制造很多味道。黑芪原来这么下。我觉得黑芪搬的时候啊，我后来想这棋，刘老师搬的时候，白芪很有可能会转换这个。那就是这样，转换把这个吃掉。这个不走啊。如果说这样，他就把这个吃掉，吃掉，对，吃掉。那么白芪就再走一个吧，怎么或者他这个也吃掉了，吃掉了，对，反正打吃呗。这是一个。他走完了这个黑棋，肯定这儿是欠手棋，他得走一个，要不然这里面拆二很容易活。容易活是吧？对，所以白棋很有可能是飞。后来我想，他为什么加呢？是因为他飞的时候，他可能就挡在这儿了。我们看这差好多。我们看看实战，好吧？看看实战啊，实战就是走成这样之后呢，他是加了一个。对他加的时候，但是遭到白棋，他不飞了，他人家是冲的。走这个，走这个。虎这个。对，然后他跳过。对，这个时候为什么跳？如果你要贪呢，是走这个。假如那不行。假如这个，他有这个，有这个。这个粘绝仙。他有一个这个。他飞一个。这个棋一下子就白棋死了。这个他关键有一个这个棋，这个棋你走这个他死了，赌过，这差一口气，对，这串全死了，对他，这是黑棋给白棋留下的一个刀，就是说你如果上当啊，这么下的一下子拆棋，我要吃白棋，所以呢，他选择了黑棋想这个呢加呢。也是米玉婷让白棋看你敢不敢这么走，结果呢，白棋没有上这个当，白棋实战走什么了？白棋他是单跳跳的，单跳的，这个跳很厉害，这个一跳啊，这个没有贪这个，这棋呢就有点麻烦，为什么呢？实战就这么下的，是吧？所以刚才刘老师，我觉得他如果说搬，白棋是有可能飞了转换。对，但因为他弯完了被他渡过好像不太好，这个你说我这个如果不加单扳他飞过转换啊，对，如果说是他加白棋再飞，那黑棋就挡住了，那这里有个加，那差多了，那肯定他会冲了力，这个可能这个有点这个地方比较复杂的啊，这扳加他反正实战的米玉婷说的应该扳，他说应该搬，应该搬。对，那看来我的猜测不一定准确，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对，这个地方比较复杂，要说清楚啊，还是，但是现在这个棋下成这个样子啊，白棋过了之后，如果黑棋无功而返的话，这个棋你要没有吃着什么东西啊，有可能亏了。因为实战下面呢，他这个地方，他实战又走这个。是的。因为你没有往这个地方，这个走啊，他因为这个地方有刺，有可能死的更多，所以呢，他要弃子走这个。走这个他就走这个了，是吧？他先打的。打这个，对。长。然后把长。然后黑棋跳。对。再贴过来。一贴。这样的话，白棋啊，把这个吃掉了。这个连回来了。下面呢，就是说你只能把这个吃掉。你要吃它呢，可能得补一个，或者哪儿补一个，把这个才，因为这个地方白棋要动手的话，因为有打干什么，你吃不干净，就是说白棋能活。你补一个能把它补干净就很不错了。补一个啊，补一个应该能吃。补一个能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这么吃的话，这个空不够，因为这样这个空不够，这面太大了，这个给弄得太大了。对，所以呢，前面的问题出现就有问题了，就所以说黑棋应该搬那个，现在呢，他这个一加被他一跳过，连这个根儿都回家了，虽然回去的没那么，痛快，但是呢，他回家了，回家之后当走成这样的时候，这个棋就有点难办，主要是前面的有点问题，前面啊，这个棋就是说刚才的到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啊，它是。他实战是这样，这样的话你还能够那个什么折腾一下，他是这样走的，冲一个对，这个呢就已经有点那个什么了，可能还得去折腾一下，还得要想折腾一下尝这个，那我就打呗，这样的话对还能够折腾一下，这儿有个几，还能折腾一下，但是呢这个棋已经就是说很困难了，对啊，有困难了，因为他这个再挤一下是吧，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对，这目前这个还是不行，为什么呢？你要这样打的话，这样断的话，它有一个吃死，
对，直接把一口气闷死了，一口闷死了。对，是的。这个地方，黑棋就已经它路数很短了。嗯，是的。这个地方已经很短了。嗯。那实战这个棋啊，它最后这个米玉婷在这个时候啊，它没有想出特别有力的手段。嗯。它是贴的，这个就基本上。就麻烦了，就宣告一只棋，麻烦，这麻烦了。他应该，他可能也只能，哎，他长了呀，被还这也不能打在外面啊，这打在外面，人家一提你这还欠手棋，欠手棋他会走中央，也不太好，也不行，我觉得。这个棋他也只能跳，然后被这个一爬，这个棋这个和这个是没办法，他只能是抢这个，他实战抢了，结果被他一走这个棋不好杀，不好杀了。这我觉得这要杀难度太大了。这个地方猴先手是啊，各种的利用。嗯，你要杀他的话，可能只能这一类的，只能这一类的。但是这一类的已经是很辛苦，靠一个，就很辛苦，很辛苦。我觉得不太好杀，这要杀掉太难度太大了。很难杀。这个不太好。他实战是走的这个，他走的这个。嗯，这个实际上你煎一个就活了，这还有断，没有问题。实战他走的这个。这个还下得挺狠。这个棋呢，只要白棋在里面出棋，黑棋就麻烦，不太好赢。因为什么呢？他那个吃干净了，对，这个都是白棋的。那黑棋呢，只能靠这个大空，大空不能出棋，对，它是立的一个，这两个也不能被吃。这两个吃完是先手，然后他搬先手，这不走这一打就完，顶住，他顶住，顶住完了，他来个简单的这一段。好，这就已经出棋了。是的，这已经出棋了。这个断一个恰到好处，你怎么办呢？这个棋就露在外面，它是走的这个。而现在实际上白棋在这儿搬一个就可以。对，是的。搬一个就已经把它吃住了，就已经形势好了。没错。但是他来了个想精益求精了，他走这个。哎，不是，他走这个。不，我就在想，刘老师，这棋他要粘上，他下什么呢？粘上可能是加一个吧。那我就搬一个呗。那我再搬呗。哦，这样啊。那反正意思是一样的。啊。是吧？那我先把这个粘回来，不更好一点吗？粘，假如啊，假如他如果走这个呢？他如果走这个，还能这样啊？假如走这个，那我就长吧。打劫了，这样。就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比较复杂化。哦，他那个实战不是蛮好的吗？他这个也简，很清楚，也简明，是吧？很简明，也简明，也简直简明的。他实战他走压一个，你呢必然是要吃，然后呢他再粘一个，这个要跑，这个要搬，对，也很麻烦，也不是吧？他加了，他只能走了一个俗一点的。这加一个，但是搬呢，又转换，他只要出棋。对，你如果这不然走什么，他这一搬你看怎么办？这个这儿跑这儿闷死，是吧？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他断了一个，然后他断打，其实这是也是无奈的之举了。他把这两个吃完之后，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点呢已经没有了。以前我还说的点我还看不清楚，我还要请教一下，结果呢现在都没有了，没有便宜了。然后他把这个补掉，这儿这本来这一顶就有棋了嘛。然后这个棋呢，白棋啊，其实它就这个时候这一吃啊，中间虽然说是这都给吃住了，但是实际上你这个棋面它转到这里面了，本来这个脚上还有点问题，现在这一跳，它一吃，接上一粘，这两个子没了，吃掉了，这个太大了，这个很大。因为这本来还有个大伸腿呢。对，这个非常的大。是的。如果你说我要煎一个，是，但是呢，这漏着风，这个也不得了，这里面还有味道，也是还有风，这里面你忙着去补，里面也很麻烦，所以呢，他还是走的中间了。他先煎一个。煎一个，好，吃一下。他一看，他也不能随便粘，这那这个风，你说这个风也很厉害，这个东西中间也有很多味道，这都有味道。是吧？对，所以他就中间再的把这个口，他再搬一个。对，先试他一下，这个味道很。对，这个不能断啊，断了这里面味道特别多，味道太饿了。他就挡住，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再飞一下。对，这都是比较好的。
挡住，挡住，然后再把这个爬过。哎，这个你看，变成白棋的空。你这个空是你的，但仍然是你的，多的有限，但是他这个多的太多了，对，所以这样呢就一目了然了，是吧？是，哎，这个黑棋拐一个，拐一个，然后白棋就把这个两个子吃住，这是他的，这是他先，对，把这两个抓掉，是吧？对，是的。哎，这样呢就把这个扳住，对，这个很大，为什么呢？这以后这一扳跳啊是个很大的关子，比如说我这一扳你走什么？还得考验一下，搬一个大概只能弯在那边，哎，只能这个，然后顶这个，顶这个，对，顶这我爬过了不行，哦，对，你只能走这个，我只能走这个，我都，因为你走这个，我这一走，死棋，是，你只能走这个，这个一走扑还能活，对，唯一的还要考验你一下，你的关子就是很少了，对吧？哎，所以呢，这个变得很大，那这个就让给他了，让他之后呢，黑棋，不是白棋就把这个收了。然后他尖，对，再吃先手，接上，不管是退还都可以，这俩都可以，他走什么？他长了一个，他长了一个啊，黑棋提掉，提掉，那白棋呢？白棋哦，这个点了一个，哦，这个又要搜刮了，又要搜刮了，刮他一下，因为你走这个，我这一立你就难受了，你接不上，接上这有打击，对，下到这个时候他精神上已经被投降了，这棋肯定是不够了，就是盘面差不多，也就是，这个，哎，对，这个棋呢，就是说下成这样。就是米玉婷认认输了，这个棋呢，申真旭是他下的比较好的一盘棋，对，发挥了他的这个算路啊，或者这个力量，应该说这个米玉婷这盘棋呢，就相对来说稍微的没有较上劲，但是这个胜负是难说的啊，这个在我们围甲当中的中韩大战，这今天这个盘棋就等于是给大家完整的介绍一下啊。这棋呢是这样，就是一开始这个变化呢，其实双方都有些小的失误，但刘老师刚才说得很清楚，白棋加之前应该先爬，那加完了之后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还有这边的战斗我觉得都很精彩，其中有很多变化，比如说黑棋应该先搬这个，对，但先搬这个如果说进行转换的话，也未可知，这个变化很多，确实，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没法把这个所有的变化给大家摆清楚。但是后来呢，肯定黑棋选择的那个实战的变化是好像不太行，看起来哈。那最后的结果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直白的申真旭是中盘胜了米玉婷，应该说是发挥出色的一盘棋。好，我们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